예, 나 이제 니 깡! 오야! 누구야? 꺼무셔. 我是讲，你安尼是好咪苦嘞？虽然吴金玉今晚目睭看无，啊，不过恁两个人的爱情是惊天地泣鬼神，无人会当甲恁拆分开的。所以你就放心，好好做你的新郎，甲吴金玉娶转去，我是真心祝福你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Merry Christmas，金玉。已经把路给刷开了，卡吉马拢无找着啦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主啊，我甲伊做伙跑落去，伊的时阵开始，我就已经无这资格了。吴金玉出意外哦。安尼唔着代表圣贤哥边仔的位置阁无人啊！天公伯，我着知影你上疼我，才会替我甲吴金玉收走，物归原主，完璧归赵。你莫操心，好，我走。圣贤哥。新鲜哥，哎呦喂啊！啊，你是在看啥？我的离婚夫啉酒醉啊，紧替我家己扶去楼顶的房间啦！紧来啊！新鲜哥，新鲜哥！就算吴金玉找回来啊，咱嘛已经柴米煮食饭。注定一定爱结婚的。信贤哥，你莫误会，我是想讲替你把衫脱掉，安尼你较好困啊。金玉，你总算是回来，你应该袂怪我袂赴去救你对吧？你应该会因为安尼离开我对吗？伊竟然把我当作是吴静玉，静玉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知影我做唔对。我。真吗？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就算伊把我当作是吴静玉，也袂要紧。新鲜哥，真正有够缘投的，风度翩翩，规个人拢是贵族气息，这种气质，这种风度，是啥会当拒绝啦？哎呦，哪会有人生到这么好看？不管是徛咧还是倒咧，拢这么赏心悦目。金玉，金玉，你没错吧？金玉，别惊，别惊哈，有我在你的身躯边。你哪里？啊！我哪里？你做热情的，唔只会当困到遮尼露面，
你应该无甲咱们的代志放袂记啦吼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你的作恶吧？那是作吗？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哎，咱们我看你这么艰苦，我看了就不甘的，所以你给我点去。信贤哥，你哪会洗身躯洗这么久啊？你看这些东西都送来半天，咖啡都冷去了。别过来！我早晚肯定给你，你竟然！我拄才洗身躯洗够较久，嘛洗袂清迄种垃圾，你竟然敢对我做出这款代志！三妹明明就是你心主动的啊！我再讲，这种代志也不是我一个人就有法度做的，那不是你愿意，我才……好啊，别再讲啊！我心里根本就无你，你别抓准你用这种方法来接近我，我就会接受你啊！我知，我知，我心里有站站。我跟你有过这段，我就心甘意足啊！我知影你心肝内上要紧的是吴靖宇，虽然伊已经死。你等下，伊无死，我一定会找到伊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对对对，伊一定袂死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啊，不过在伊回来之前，我会当代替伊照顾你。不可能！你不可能会当代替伊，而且我更加无想要看到你。谁讲我无法度代替伊？咱们唔对。你莫阁讲啊！你做出一款袂见钱、袂见效的代志，你想我是当初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？你若是敢对任何人加讲一个字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我袂讲，我袂讲啦。我答应你，这是咱两个人的小秘密。你这，叫你拍啥手？好，不过信贤哥哥，你别跟我讲啊！你竟然对我，好 man 哦！对不起，霸道总裁，赶快。白白是呛虾，哪会气质差这多啦？老婆，我知影我最近较无闲啦，啊你嘛知影客伯即马当咧飘风头，啊鸟若是无伫个，伊下骹遐个鸟车就想要作怪。我嘛咧无闲，客伯交我个事业，还佫有按来伊遐个细汉，煞无去顾虑到你，是你啦，今暗我陪你，好不？唔免，我是想讲，你爱以事业为重，客伯把这么大的事业交予你花，你唔着爱好好表现，袂当予客伯失望。啊，你就唔免烦恼我，我会家己照顾我家己。无喏，我顾事业以外，我的家庭嘛是爱顾，而且厝内底的代志我嘛是爱做。还佫我一句无甲你做。我就忝的。我昨暝无睏好，我先来休睏啊。老婆，无你先去睏好啊。我刚刚回来，我才带你去买包包，还佫买新衫，而且我是煞订一间五星级的饭店，咱两个可以使。哦，你真正足烦的，我就讲我足忝的，你莫佫辱我好无？手机也献给我，想做歹我看。
这什么意思？这么想弄？够了！对哦，我昨暝甲吴信贤困做伙，你问这要创啥？你是不是袂记得？你是我的老婆，我的人啊！迄拢是你家己想的，哪也无交往过。我甲伊的人，自头到尾拢是信贤哥。五年前你讲你爱我，你真需要我，我搁替你担罪，你可以会伫外口等我？就迄当阵，我走投无路啊嘛！你提干呢？一个人甲两个人，当然是一个人去就好啊。这五年来，外口的社会变化足多，我嘛经过足多无同款的代志，咱两个人的想法已经无同款，已经愈行愈远啦。只会当讲缘分尽啊啦。你莫甲我讲，你五年前就已经开始骗我。我无安尼讲哦，是你家己想的。哪里讲啊？我要听你亲嘴讲，你是不是五年前就开始骗我？你就安尼讲啊，我阁会当安怎？你莫阁一直五年前、五年前安怎安怎好无？较早的人做兵两年就互人兵变啊！你五年，你伫内底五年，我拢无交男朋友，已经足对得起你啊，好无？你五年来拢无交过男朋友，那安尼就证明讲你对我是真心的。也毋过，你是安怎会到吴先生安尼啊？是不是吴先生把你欺负？我来做伊算账，今日刚生兄弟的查某人，我绝对要伊死！无人欺负我，我甲信贤阁是两情相悦。对，我爱着伊啊！我伫咧你毕业无外久的时阵，我就爱着伊啊！这就搁在缘分，天注定，你较认命的啦。咱两个自细汉到顶大汉的，我为自细汉介意你到今嘛，结果你等我五年，咱就要结婚的时阵，你煞变心吗？我知影，你是不是不确定你的未来，所以你才会去爱着吴先生。咱今仔来登记。我跟你结婚，我会给你安全感。走。我才不会跟你结婚，我甘愿做吴信贤的小三，我嘛不会做你的老婆。你看啦，你就是安尼这么粗鲁，又是婚又是酒，你身躯顶的味，我阿娘批评我就莫讲啊。你的体贴拢是你家己想的，你根本啥物拢唔捌啦！人信贤哥咧，信贤哥伊有受过好的教育，人身躯顶迄是啥？迄是气质。我甘愿对着伊的身躯边呼吸上流空气，我嘛无爱对着你的身躯边食粗俗的味啦！你出城走，我替你打嘴，你现在别来对待我。